我哋为你准备咗一个节目啊！真系好好啊，系咪呀？又好咁完成一个工作啦。哦，做咩事啊，卡维斯？我哋嘅事业冇前途啦，咪话。我哋嘅作品系遍布整个伦敦嘅，细路仔都唱我哋嘅歌啊，而且咧，我哋冇对佢哋有任何影响啊。睇下呢样嘢。啊，煎饼大减价？唔系啊，唔系嗰个啊，其他部分啊。呢度唔系一个开心嘅地方啊，咪话。我希望我哋嘅歌能够带嚟欢乐同埋爱。就好似嗰啲备受尊崇嘅作曲家咁啊！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就算只系一件事嘅话，我会教导全伦敦嘅人去爱嘅。呢个要求太过分咩？点可以做得到咧？点可以做到啊？哈！米华，我有个建议啊，系前所未有嘅建议啊！米华，比你拍黑搞笑更加好啊！系我哋一直以嚟所期待嘅机会。我一于跟定你啦，卡维斯。啱啱讲得似圣诞啊！先生，再一次多谢你啊！啊，真系唔知道要点报答你先至好啦，先生。唔紧要，我再谂下啦吓。啊，拜拜啦，卡维斯、米华。再见啦，尼莎叔叔。米华，西蒙喺唔喺度啊？唔喺度啊，仲未嚟啊。佢话佢会到个嗬。系啊。而佢之前未迟到过个嗬。从来冇。咁你对上见佢系几时啊？琴日咯。或者嗰啲新发明唔得啦。或者佢卖咗俾其他人啦，或者佢整烂咗啊！啊！唔会啦，唔会啦，反为一边啦！你做好啦？系啦，西蒙啊，你有冇带嚟啊？有啊，佢喺度啊！哎呀，实在太好啦！你点样做出嚟噶？是动力火箭、啊、你看到的是女王无马马车比赛的冠军来的。哎呀，你赢了啊？未赢，不过下个礼拜我会赢的了。实在太好了。西蒙啊，现在德国人在那里弄内燃机、啊。米华。好像是的、我的朋友史丹尼斯在那里研究他的蒸汽机、啊、但是赢面不是很大、啊啊。动力火箭是未来的方向。不好意思。可以俾我坐上去行一转嘛？啊，随便啦。咪话系嘅，卡维斯，睇下嗰边嘅海报啊。嗰边嘅海报系啊，咪话嗰边啲海报啊，嗰度讲乜嘢啊？音乐剧《公主与水管工人》。剧目下边点样讲啊？咪话由卡维斯、雅培达及米华菲比斯担任制作，即系我哋。系啊，系我哋啊，咪话咁嗰度讲几时公演啦、啊？圣诞节前夕。哎呀，只有三日啫，冇错啊，米华，表演三日之后就要公演啊，但系中间出现咗个小问题啊，米华，系咪？问题？你仲未写完啊，米华？哦，系啊，我棘咗喺押韵嗰度，佢棘咗喺押韵度啊。负鼠，负鼠，西蒙啊，你有冇带仪器嚟啊？啊，有啊，就喺呢度啦。米华，我要你写好嗰份稿。我要好似风咁快咁写好啊！我会试下嘅，你唔系啊！我哋唔系要试啊，米华，今次我哋系要做啊！我哋从来都未试过有今次咁好嘅机会噶，米华。如果唔系你叔叔咁中意你，佢唔会俾我哋用佢嘅剧院嘅。如果嗰个剧唔成功，我哋就要翻去替达尔宁牙蜡写广告噶啦。我先至唔翻去啊，米华。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好把握啊。 This is our big break. We may never get a chance again. It's our big break. So we're gonna do it right. It's our big break. The peas are gonna dance again. It's our big break. Just like opening night. 个箱放了什么啊，米华，而家系现代化嘅年代啊，净系有一个好故事系唔足够噶。冇错啦，你要俾观众睇一啲嘢啊，系佢哋从来都未见过嘅嘢啊。你已经有一只会唱歌嘅马骝？唔系啊，米华，电灯啊，视觉效果先就系王牌。好犀利啊！不过对面镇嗰间皇家剧院唔系已经有电灯嘅啦咩？装喺建筑物上面好容易啫嘛。但是我们将会给他们看一些前所未见过的东西，我们会将电灯装在布景上的。哇，你可以做到这样啊？那样很容易着火的，不过……但是当你遇上一个好机会的时候，你就要好好把握了，是不是啊，温斯顿？是啊，彼得先生。Cause it's our big break, so we're gonna take a chance again. It's our big break, cause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It's our big break. Yeah, they want extravagance, my friend. It's our big break. Now go find that rhyme. 是啦，温斯顿，你找到王柱未啊？我仲喺讲紧电话啊。啊，你好啊，王柱。你话王柱？费德利王柱？冇错。王位继承人，其英国首席歌剧评论家，只要他说一句好，那部剧一定会成功的。那他会不会来啊？他会的，只要他听到这个剧有几咁壮观，还有他最喜欢的女演员艾菲皮克林演出的话，一定会来的。啊，艾菲皮克林参与你的音乐剧？到现在为止还未确定的。但是他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了。什么？皮克林小姐啊，多谢你嘅上面光临啊！我哋言归正传罢啦，葡挞先生。阿比达啊，系啊，你有两分钟嘅时间嚟说服我，我知你想我参演《公主与妹子》呢一个音乐剧。系公主同水管工人啊，妹子系一种水果嚟嘅，而水管工人系个技工嚟嘅，佢专门维修啊水管嘅。我而家开始计时噶啦噃。哦，系啊。这个是关于一个伤心的公主和仁慈的水管工人的故事，是个关于爱的力量的故事。圣诞前夕，公主的水槽堵塞了，于是呢，当然了，她叫了水管工人来，而个水管工人就不知道原来公主的水管是魔术管道来的。正当她在圣诞前夕维修那些水管的时候呢，有四个豆子精灵来探访她了吧。Oh, we are the berry bees. We like to eat strawberry cheese. Oh, we are the berry bees of Christmas. 啊，呢个好啊！啊，仲有糖果水管工匠精灵添啊！你明唔明啊？明我就唔系好明噶啦，先生。啊，不过我哋呢度会有电灯噶喎。系人都知道皇家剧院系有电灯噶啦。喺布景上喎。你可以做到咩？哦，是啊，是这样，王柱他会不会出席啊？因为你知道的啦，没了王柱的美言，这个剧是不会成功的。哦，当然啦，他会的，他肯定会的。我很快回来。艾菲皮克林，是的，他是你的最爱，我知道，是的，他会的，肯定。等一下，副使火鼠、滑鼠，话俾我听，王柱会嚟啦。皮克林小姐出现嘅话，王柱咪出现咯。如果王柱出现嘅话，我谂皮克林小姐会出现噶。咁你就去说服王柱啦，我就去说服皮克林小姐啊。好啊，你去说服皮克林小姐啊，我去说服王柱啊。冇错。火鼠、副鼠、滑鼠啊。你放心啦，费德里王柱一定会出席嘅。真系非常之有趣啊，阿葡挞先生。你俾我谂下先啦。系阿比达啊。你听日会打电话俾我噶？得啦，我会参演嘅，同埋嗰啲电灯座、嗰啲妹子同豆子一齐演出咧。好劲啦！你会嚟？太好啦！我哋唔会令你失望噶。最犀利嘅一点系咧，一切都系为住更好而做嘅。我发现呢个城市里边嘅人咧，普遍都唔系太过相亲相爱噶。叔叔。而我的原则是要做一个大而壮观并且充满美感与电灯的音乐剧，这个剧能够教导伦敦怎样是爱的。
我早上十点前是不会彩排，而且我不喜欢跟动物和小孩一起演出了。再见阿葡萄先生。是阿比达，我们成功了，他答应演出了。王柱呢？是威尼啊。七毛鼠、仓鼠、麝香鼠，太好了，现在我们只是争押韵。天竺鼠、松鼠，大鼠。Oh, Mother, you've dropped your possum. Yes, Princess, I think it is true. I was hoping our love might blossom, but the possum is eating my shoe. 好句啊，米华，真系好句啊！ It's our first big break, and if the show is really pretty, it's our first big break. Then I do believe our first big break that we're gonna show this city how to really love starting Christmas Eve.It's going just as I hoped. 咩话？全新嘅圣诞节制作，圣巴特教堂，圣诞节前夕。好啦，你要去查理街、十字街、卡纳比同埋布丁行啊！吓，咁样要花一日时间噶喎。系咁，带埋你嘅午餐去啦，埃蒙特。我不可以再力了，我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为了全伦敦最大型的圣诞庆典演出，你是不可以休息的。埃德蒙，我想我不可以扮羊了。为什么不可以啊？我想我对棉花球敏感啊。啊啊啊啊，不好意思啊。用衣胶夹住个鼻啦，那就没事的了。哦。进行成点啊，埃德蒙？几好啊，爸爸，我们的进度有点落后，但是有你帮手实讲得切的。我很想帮手，但是我有事要做。对面镇有个家庭，他们没有工作做，他们没有食物过圣诞，我准备带些食物给他们。爸爸，你一定要现在去啊，那庆典怎么办？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一样那么重要吗？爱得忙，这个是耶稣在圣诞节所做的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向我们展现他的爱，他派他的儿子降生在地上，我们会称他作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想向这个家庭展示耶稣向我们展现的爱，我很快就回来了。这么好啦，带多些装饰回来啊。哦，是啊，教堂委员会开会决定你可以在庆典里面用那粒圣诞之星，只要你小心点用就可以了。望我会帮你将它放到台旁边那个柜里面。哦，多谢啊，爸爸，这真的太好了。哦，不好意思啊，先生。哦，不好意思。算了，只不过是一班小孩子演出的教堂话剧而已。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担心起来的，话晒我都是一个大牌制作人，在牙立界有两次获得无犯奖项的。唉，不知道圣诞之星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啊，你是不是问有关圣诞之星的事啊？是啊。是啊，肯德伯尼的圣诞之星呢，是现存六世纪其中一个最好的金属制品来的，是圣葛尼一世在592年在肯德伯尼送给修士他们的。这粒惊世金银五角星是来用作装饰忏悔王爱德华、征服者威廉和昏庸者詹姆士的宫廷，之后呢就在1638年放在你身后面的教堂了。为什么你问这件事？没什么的，只是他们想在圣诞庆典那里用它而已，就是这样的。天啊，你确定了？是啊。哎呀，真令人惊讶了，自从1803年2月12日开始，这粒星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这些都是由于贪婪王查理斯和塞德利统治下的安全风险所致，这个真是重大消息。你是谁啊？阿法何林夏，伦敦报记者。后生仔，你俾咗个好好嘅故事我啊，我俾两便士你啦，停止印刷啦，我有个好故事啊，伦敦需要知道有关庆典嘅故事啊。我肯定嗰啲大牌报纸一定冇时间理埋呢啲咁细嘅圣诞庆典噶。睇下呢度话，79年以嚟圣诞之星都没有被公开展示过。所有尊敬的市民都希望于圣诞前夕出席圣巴特教堂的圣诞庆典，再得到这件无价宝。哇，我们现在去看看，听起来好好啊。
诶，同练出同一晚喎，真系巧啊！咁样啊，将会对我哋嘅出席率有啲影响嘅，少少啦。佢哋可能会咁讲噶。啊，你连粒星都错过咗啊！你哋真系冇文化嘅猪，或者情况冇你想象中咁差嘅。我一直以嚟系点讲嘅话，你踢波整亲条腰，所以唔可以拎重嘢啦。唔系啊，除咗呢样嘢啊，我一直以嚟仲讲啲乜嘢啊？任何成功嘅公演呢？等我谂下先，都一定唔少得王柱嘅好话。我记得咧，冇错啊！我哋只需要请到王柱出席我哋嘅首演，佢嚟佢睇，佢对演出讲句好说话，我哋就会红，我哋就会成功。我哋唔需要观众嘅，我哋只系需要王柱，除非听到咩变数咧，否则佢会嚟嘅，佢一定会嚟。我去接电话。你好啊，费德利王柱啊，啊你好啊，系啊，你要，你会，你系，你唔会，我明白啦，好啦，再见。啱啱系王柱打嚟，仲有咧，佢中意我哋嘅牙蜡广告啊，但系佢一直都系星之迷嚟嘅。他说他会坐在教堂庆典的前排，他不看首演。好了，我们会捱得过的，没事难到我们的。有什么好主意啊？我还保留着电灯和电话的收据，我现在要求他退款也不迟的。我想我可以退回服装的，除了被温斯顿的芥辣酱整污糟那件。兄弟，兄弟，今次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们的好机会啊，记不记得啊？我们准备要将个大型豪华金光闪闪的剧搬上舞台啊！它将会向全伦敦展示怎样去爱，或者现在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你们在想外面到处都有爱，这个市镇充满爱。如果你们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没必要再演这个剧了。好了，各位，就等我指示你们出口在哪里啦。哦，慢住先啦。啊，卡维斯啊，闩门啦，我哋会陪住你。哦，太好啦，兄弟，演出一定要继续噶，系咪？好啦，我哋需要王柱嚟睇我哋嘅演出啊，但系佢准备要去睇圣诞庆典，我哋要点样做？绑架佢啦，合唔合法噶？唔合法。咁啊，快啲谂下啦。我想唯一可以令到王柱来的方法就是要他觉得这个剧比个圣诞之星更加有吸引力，除非绑架啦。不过刚才我们讲过是犯法的、哦、等阵先啊，你刚才说什么话？除非绑架，但是不是啊，咪华，你刚才说什么话？我说唯一能够令到王柱来的办法就是令到他觉得这个剧比个圣诞之星更具吸引力，而他不是。没错，但是他可以是的、哦。好了，上面下来啦。Thank you so for coming, but I think I have a leak. Show me where the trouble is, I'd like to take a peek. Here beneath the gold, there is a place where you will find the trouble. I'd like to fix it on the dumbo. 好极啊，太好了，唔错啩？一啲都冇错啊，咁仲可以更大型噶。我哋要啲灯点样整啊，西蒙？我仲有灯嘅，不过布景上冇位咯。边个话我哋只可以喺布景上装灯啊？俾啲感情啊！ Your pipes are corroded, the water won't drain. Your toilet exploded, you're flushing in vain. 好极啦，西蒙。你就快会将佢搞掂噶啦，系咪，西蒙？梗系啦。咁我谂系时候打电话俾王柱啦，佢听到可能会觉得好兴奋噶。电话喺度响啊！带咗呢个啦，咁我哋可以继续噶啦。你好啊，费德利王柱啊，系啊，你好啊，我系卡维斯阿比达啊，牙蜡广告嗰个咧。是啊，你会很高兴听到我们的剧的，公主和水管工人现在更具吸引力了。你可能会说他比圣诞之星更具吸引力的。哦，是啊，有更大型的歌曲，是啊，还有更大型的布景。
啊，仲有啊，我哋咧啊会喺服装上边装上电灯嘅，系啊，系前所未有嘅演出啊，好吸引啊，嗬，系啊，先生啊，我明白嘅，啊系嘅，先生，啊再见啦，先生。佢点讲啊？佢话唯一能够令佢嚟嘅方法系，如果我哋有圣诞之星、啊。如果我哋有圣诞之星啊，我哋点可能会有啊？只有一粒圣诞之星啊，系啊，仲喺教堂嗰度。冇错。如果只有一粒，又喺佢哋嗰度嘅话，我哋点可能会有圣诞之星呢？啊，掂啦！嗯，发生咩事啊？忙啊！多谢你在女士节制团联盟晚宴度帮忙啊！啊，牧师，佢哋咁节制嘅情况底下，佢哋一定有餐食嘅。只要我哋两个知道就得噶啦。你有冇将嗰粒圣诞之星放到柜里边啊？系啊，先生。啊，不过有啲担心咧，将佢成晚留喺嗰度啊。你知道啦，啊，镇上面有啲人好坏嘅，佢哋成日喺度留住呢粒星噶。忙啊，对你嘅拍档要有信心。何况任何人想要嗰粒星，都要经过你呢关。先生啊，1851年世界博览会拳击冠军，季军嚟啫，毁灭者亡啊！不过我嘅拳击功费岁月已经过咗去啦，系好耐之前嘅事啦。为咗安全起见，我哋都将教堂嘅门闩埋。早唞啦，亡啊！早唞啊，牧师。你仲喺咩度啊？你度做紧啲乜嘢啊？我祈祷希望喺毁灭者望亚嘅手里边被拯救出嚟。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如果我哋今次攞唔到嗰粒星，我哋剧院嘅事业就玩完噶啦。哦，一定系呢一粒啦。我就系觉得偷个粒星唔系咁好嘅。啊，唔系啊，唔系啊，我哋唔系偷呢粒星啊，我哋只系借用下啫嘛。我哋公演开始咗之后咧，我就会将佢攞翻嚟嘅。你会咩？梗系啦，仲有啊，我哋咁样做唔系为咗我哋，而系为咗伦敦啊！伦敦绝对系啦，伦敦需要我哋借用嗰粒星啊嘛，事实上系佢哋求我哋借用嗰粒星噶。我听唔到佢哋讲，我只系做个比喻啫，相信我啦，呢件事做得好正确嘅。哇，你想唔想睇下？佢睇起上嚟似只海龟。我想是的，如果你硬是要这样看的话，但是从前呢，我肯定它看起来好像粒非凡的星星的。它看上来像只海龟。听着米华，我不理啊，它看上来像鸡仔也好，单车也好，总之它是王柱想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将它放在我们的剧里面，现在就拿着它，然后我们要在曹生那个老人家之前离开这里。好啦。米华，你有没有听到的声音啊？我乜嘢都听唔到，卡维斯。边个啊？哦，弊啦，快啲离开呢度啦！啊，你班人啊，喺度做乜嘢啊？啊，好粒星啊！好啦，你哋而家激嬲我啦！